有那个专门唱啊的那个歌嘛，对不对？这什么歌这么费劲的听？不，时间。然后你这有电是怎么着？就跟你父亲天天在一起，他可以旁边鼓掌啊。啊，就我父亲唱，他鼓掌。啊、对了，我带着粉丝去的。是。时间长了，你妈妈受不了了。呵，我妈妈。对。你妈妈受不了了，嫉妒他们俩了。有一次，他们俩人哎手拉手回来，你怎么把手拉手还俩？你妈就生气，俩大老头子，你说，哎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哥呀，这是，哎，妈呢？女的气点声，干嘛呢？啊，干嘛呢？过来，咱俩吵架来，干嘛挑衅呢？这要掰头啊！老刘三五声就回屋去了。老刘赶快撬吧，走，哎，走开！刚才忘说了，这个老刘啊，跟你父亲沟通的方式很简单，什么简单？摩斯密码。这比说话还累呢！摩斯密码敲墙就可以。哦，敲墙啊！你父亲回到屋里，跟你母亲开始吵架，吵着吵不过他，谁吵得过女的？男人吵不过女人，这是永远的硬道理。是。怎么办呢？赶紧喊隔壁的老刘，就敲墙。您等会儿吧，他说话都吵不过，你找一个不能说话的。老刘有方法，老刘大敲墙，大概其的意思是我媳妇正在跟我吵架，我吵不过她，你赶紧过来。摩斯密码啊！你赶紧过来帮我。是，然后老刘那边敲墙，哒哒哒，大概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脱了。你谁问他了啊？这边赶紧敲，哒哒哒，你脱了穿上也得过来，真费劲。这边哒哒，意思是我脱得很干净，还裸睡还。一会儿老刘就过来了，穿上。经不住你爸爸的一直喊他，你知道吗？还诱惑。过来了，哎，穿一跨栏背心、小裤衩、拖鞋往门口一站。就这人来我们家啊！开始敲墙，哒哒哒。我站门口还得敲。大概其的意思是跟你母亲说话，和我妈说。你父亲旁边翻译，嘿，老刘说了，我这样的男人世间少有。有。如果你不要，有的是人要。你妈一听生气，更生气了。是。滚！你们俩给我滚！老太太急了。哎，你父亲搀着老刘站在院里头，这会儿院里头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老天爷下雨了。电闪雷鸣。哎呀！站在院里大喊一句啊！就这会儿，天空中出现一道新型的炸雷，给这俩人劈死了。这天公作美，哎，孙府的一声惨叫，我爸爸让人劈死了。哎，你跟你父亲关系特别好啊，怎么着？你是你父亲的亲儿子呀，多新鲜的！天天想他啊，这叫什么呀？思父成疾，好词儿，想病了。有一次你自己在家睡觉啊，我自己啊，媳妇呢回娘家怀孕了，对，自己在家睡觉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媳妇儿回娘家怀孕了，那还回不回我这儿了？回你这，她是先怀的孕，后回的娘家啊，回娘家养胎啊，对，说清楚了。时间的关系，我想紧凑一些。你别紧凑，紧凑我快离了，知道吗？回娘家怀孕了，就说你一人在家睡觉，我一人了。你父亲回来了。啊，你天天想，他回来了，魂儿回来了。哎呦，我爸，梆梆梆敲门，他一进不来，他敲门，因为门锁着呢。啊，哎，他有一个门栓子，大宝宝啊，门栓啪是，我们家不是鬼就是妖，你知道吗？蛇精变的啊。一会儿你爸爸想一办法啊，顺着门缝就进来了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干嘛？这是肉虫子，这是。他得蠕动啊，他得顺着门缝。那你敲什么门呢？有这能耐，他得进来呀。你进去是哪儿进不来啊？你从油烟机也能进来，知道吗？这什么孩子？说自己的父亲能从油烟机回家，这什么孩子？废话，你让你敲什么门都灵体了，就那怎么？你半夜做饭怎么办？一个你爸说回去了，我给我爸爸抽出去了。没听说过，你爸爸刚要回家，抽油烟机里碰脑袋，你这样一个，你爸爸，对，我爸爸跟那菜味儿走了，顺着门缝就进来了。哎呀，呀呵，皮影戏，你看，真难受，头还挺晕。废话，瞧瞧我颈椎不好是吧？进来之后就扒拉你，啊，扒拉我，所以这是抽我，这是扒拉我呢。起来，你正眼一瞧，哟。啊！看见你爸爸了，看见我爸爸，我就问你怎么着？你这会儿怎么样？怕不怕？我是一人在家的吧？一人在家呀。我什么叫怕不怕？不是你羞臊什么？我们俩合作那么多年了，没有见过他这么羞臊过。我觉得于老师他们就够过分的。你什么叫什么怕怕怕？什么意思？我真学不了这玩意儿。我就问你怕怕不怕怕？问我怕不怕？对，怕不怕？怕怕不怕怕？因为我岳鹏什么玩意儿？这我岳鹏走的是可爱路线。行行行行。干嘛叫拖着？不是，害怕不害怕？这应该不怕我。对，那是你亲爹呀，那不怕什么？肯定不害怕呀。虽说是没了，但是那也不怕，是不是？赶紧揉揉眼，嗯，掐一下自己，哎呦，是活着的，是自己是活着。哟，爸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回来了。再看他爸，嗯，那什么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知道吗，宝贝儿？我爸爸瞎了是怎么着？干嘛这样？干嘛模糊呢？给我，那什么，宝贝儿，那什么，嗯，你先把那红裤衩给我换了，好不好？红。我本命年死的爸爸，对，因为他死人他怕红，哦，穿的红裤衩，对你穿一红裤衩，赶紧红裤衩一脱，哎呀，去，哎，跟你爸爸聊天，还得聊，爸爸您怎么回来了？嗯，我主要跟你说点事儿，说什么事儿？下次烧纸的时候啊，多烧点儿，我没钱了，咦，在那边买东西太贵了，那不是多贵啊？太非常非常的贵，你说说是不是老刘？你说你贵不贵？你等会儿，怎么还有老刘呢？老刘也来了，老刘正挤着呢。嘿，这俩形影不离了，这俩。哎，老刘站在门口，那边买东西太贵了。是啊，一碗拉面18亿，哇，加个鸡蛋3个亿，一鸡蛋3亿啊，共享丧车，你等会儿2个亿，等，一扫码就2个亿，等，共享单车，在那边就是共享丧车，哦，丧车都共享，哎，一扫码2个亿。押金还得100亿，到现在那100亿都没退我。退你也干不了别的。哎呀，太贵了，是太贵了，孩子，下次烧纸收多烧点。行，我多给您烧，答应爸爸，对，好不好？哎，行，答应，哎，行，我多给您烧就完了。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有什么要求？说起这个扫码，我就特别生气。买扫码啊！你下次烧纸的时候啊，你烧一个，多烧点手机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那边还要手机呢？要手机，我要那新款的那个指纹解锁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不，新款都面容解锁不行，怎么呢？我当时跟你刘大爷被雷劈的时候啊，那个脸劈没了。哦，这俩面容解锁不行，无脸男俩。哎，对，哦，哎，只能那个指纹解锁，这俩不要脸，好不好？嗯，听见没有？嗯，答应爸爸。好，答应了啊！老刘，你说两句。老刘说：“还抽呢？”你刘大爷说他也想要哦，他也要手机啊。嗯，老刘你说什么？老刘哒。老刘说那个他想要个粉色的，啊，这个老少女，要粉色。还有重点，你烧手机的时候烧点充电器、耳机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那脸都劈成那样，你要耳机干嘛？啊？许我不要，不允许你没有。哦，这配置啊，那当然了，行，这是必须的呀，是啊，行，我答应您，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有什么要求？那个你烧点这个电影的硬盘，哦，看盘，哎，烧点电影的硬盘，还有是那个碟片什么的，哦，看，烧点那个烂片，好不好？您等会儿，越烂越好，您等会儿，越烂越好，这烂片谁看呢？鬼才看呢，知道吧？行，找着市场了，哎，特别好。哦，行，爸爸您在那边住的怎么样啊？啊，住的环境忘了跟你说了啊，我们在那边住的挺好的，是啊，我们住在雷劈小区，知道吧？你不是雷劈小区，忘了跟你说了，我们是怎么过去的？住在什么小区？啊，什么死法住什么小区？那边有无限多的小区，哦呦，有雷劈小区、心梗小区、脑梗小区，啊，车祸小区，哎呀，蹦极断绳小区，哇。各种小区是蹦极还断绳了啊！这是好小区，还有不好的小区。不好小区有什么呀？啊，什么诈骗小区？哎呦，拐卖妇女小区，嚯，拐卖儿童小区。哎呀，啊，就这帮人在那边住的特别不好，是吗？他们的小区没有水，没有电，哎呀，啊，也没有物业，没有人给他们烧纸，哎呀，他们在那边过得死不如死。就告诉你，在这边得当好人。所以说，你在这边尽量要做好人。是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就是你来年啊，就是你尽量不要去蹦极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暗示我干嘛？对你将来可能要去蹦极断绳小区，你最好来我们这个雷劈小区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雷劈小区有一个优点。什么优点？特别亮。哦，老打着雷，特别亮，亮一回来一个。晾一回来一个。那你要什么充电器呀？许我不要，哎，不允许你没有。行，好。哎，这太阳能呢还有？哎，爸爸，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？啊，平时消遣有，嗯，我们还有那个视频网站，那还有视频网站呢。对，哦，对，我们还得充这个会员，那边也一样。那当然，好几百亿呢，好几百亿充，不充会员就只能看广告。哇，那还有广告？哎，那边还有个什么好节目？什么节目？什么逗笑社，知道吗？逗笑社，侯宝林带着他的徒弟们做综艺。哦，侯大师，哎，有爱徒啊、儿徒啊、宠徒啊，什么都有。里边还有一个演员啊，不参与这个投票啊，插科打诨。那个演员一般，现在已经不红了，你知道不？哦，那这到两边都一样，倒是是不是啊？是，他被那些个特别红的演员，他被那个帅的演员盖过去了啊，是，嗯，活该。大点声，那个找心理安慰来了，马上三哥就红过你啊。不要听三哥，那个爸爸，你在那边，你看我的生死簿了没有？啊，得查查我生死簿。哎呦，我的寿元啊，我还真看了。我那天我给你刘大爷我们扫了一个共享丧车，带着刘，骑着我们就去了，去那个 YLD 大厦啊 ，YLD 大厦是什么大厦 ？Y 阎罗殿。起这个名字有意义吗？有意义。真行，一共18层哦，哎，坐电梯到了18层，其中有一个生死簿办公室。哎呦呦，哎，投个币就能查了。还得花钱查，哎，我查到你了，你死于2021年春。哦，没几天了。然后你将来会去蹦极断绳小区，啊，那就是春游死的，我就是啊。春游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蹦极。您放心，我都不出门了，尽量来我们小区，好不好？我非得雷劈死呀我，好不好？真行，答应爸爸。答应爸爸。哎，别，你别瞅我了。那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哟，爸爸还有个问题，那个岳云鹏的生死簿您看了吗？对，我那搭档岳云鹏的生死簿我也看了。怎么样？他死于什么时候？2098年。哇，他得活100多去。对，当艺术家了。哎，他是怎么死的呢？我也查了，岳云鹏最后是爽死的。挺好。哟，爸爸，那个投胎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呢？怎么投胎啊？我赶快。哟，投胎很简单啊！你首先你到了那边之后呢，那个你先去喝一碗孟婆汤。哦，忘去前尘往事。哎，你可以喝也可以不喝，我跟你刘大爷就没有喝。哦，你们俩不喝。喝一碗孟婆汤，然后走奈何桥回到自己的小区就可以了。哦，就完事儿了。哎，现在孟婆汤那边啊，特别的缺德。孟婆怎么了？孟婆的汤特别赚钱。是啊。第二碗半价。你说谁喝完第一碗，谁还记得喝过第一碗，对不对？我就拿这赚钱，那就拿这赚钱啊！哎呀，有的人24小时在那喝，哇，就一直在那喝，爱小便宜的。对。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小区之后，过了不用太长时间，你就可以去那个上那个投胎网啊！投胎网，哎，投胎网，你写清楚了下辈子想做什么，给谁当牛，给谁做马，找谁复仇，给谁报恩都可以。哦，这是申请表，只要上面批准了，你就可以去投胎了。考学是一样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就这会儿，老刘哒哒哒。老刘干嘛？敲门。老刘，哎呦，刘大爷说了，他困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您等会儿，二位都到那边了，还熬不了夜呢。熬不了啊！你们俩不就应该这时候出来吗？熬不了，一会儿鸡叫了，我们更能难受了啊！我们就回去了啊！回去吧，俩人回去了。就这会儿，你接一电话，我手机来电话，媳妇那边生孩子了，哟，生了！哎呦，赶紧开车奔医院。是，到那一瞧，手术中。哎呦，还没完事儿，护士就出来了。哟，孙老师，恭喜您，贺喜您！怎么呢？给您生孩子了，生了，而且生一双胞胎。哎呦，这俩人特别的好，是吗？一生出来有一个优点，什么优点？会说话。说什么呀？答应爸爸。你的。脱掉一切陪你们睡。一般都是这什么电影明星啊？谁说了这话？还电影明星呢？电车压死那个叫。什么相声演员呐？啊，这是什么国际巨星？这些个称呼我都。国际我可没看出来啊，国际脸我看出来了。吴彦祖啊，其实这些称呼我都不在乎，无所谓。你不在乎你说的干嘛？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身份。还有什么身份？其实我是一名戏曲演员。真的？什么？戏曲演员？戏曲演员？对。啊，那就是唱戏的呗。对，戏曲明星。什么叫明星？我就纳了闷儿了。您唱什么戏？我听听。嘿，河北梆子。哦，河北梆子。对对对。哦，你知道我在哪个剧团吗？啊，你哪个剧团呢？山东枣庄。山东枣庄河北梆子豫剧团。我是主要演员。真的。您是不是让人骗了？没有啊。 河北梆子跑山东枣庄唱去，怎么了？那都跨着省呢，那都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、哎，我就在那儿造就的我，那儿成就的我。哦、后来学的相声，说了相声。哦。为什么改说相声呢？因为说相声稍微得赚点钱，唱戏呢不赚钱。不赚钱。哦、哎。所以说，改天孙老师，咱们两个合作一回。 唱一回河北梆子，好不好？约点。到北京，约点，咱们就可以合作。现在是重庆，约点。你不要总扒拉我，好吧？谁扒拉你了？我俩，我把你得了，不然您等会儿不是约点，您唱河北梆子，我还真不太相信。我就问问您啊，您唱河北梆子是唱哪工的？唱哪工？一看就不懂戏曲，唱戏不分公母，知道吗？哦，您是这么理解的。 公母像话吗？就是您唱什么行当？什么行当？嗯，青衣。哦，就是那个哦那样是吧？女了女气的。哦，乔治的。娘们唧唧。啊，这可以了，很形象啊。哦，您是唱青衣的。青衣。哦，您跟他说什么？哪天你要带着我唱唱？对，岳老师，您可能算是撞枪口耳了。怎么呢？跟您这么说啊，打小呢河北梆子我也学过。 哎呀，没想到吧？我是那个，咱们这么着吧，你也别啊，你那个马褂，你等会儿我不要了，我烧给你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也学过，我是正经，我是唱老生的。不是你学他干什么？许你学不许我们学呀？啊，可以，我正经行当是老生。 啊，豫剧呢？豫剧您了解吗？豫剧，怎么改豫剧了又？不是河北梆子吗？行，就聊河北梆子。啊，对呀。你是唱什么的？老生啊。老生，你看这个人没有文化。我怎么没有文化？怎么可以老生呢？虽然是开放了这个二胎，但是老生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不可以，那不，你媳妇受得了吗？你等会儿，我体格还行，听这意思。你媳妇是个变性。哪个老生？你提他干嘛？你这是？你不是老生吗？不是。 你怎么虚生？对，需要的时候再生，对不对？我还有节制，你看，不是胡生也不行啊，胡生乱生，一窝一窝的生。我跟你聊不明，你一窝一窝的，你怎么不明白？怎么又怀孕了？谁又？什么话？您就是我怎么我是对长胡子的中年男人？哎，这个我就明白了。 我是青衣，是女了女气的。哎，你来演那个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哎，对，好。哎，您大哥请坐下，挡着后面的观众了啊，谢谢。哎，好。协管也干过呀，什么都管呀，这玩意儿都可以。不，您也甭哪天了。嗯，您要是正经科班，您学过这个，今儿咱俩这来一出怎么样？在这儿来一回。来一回。我俩。什么？我不行，我想尿尿了，我都。 吓尿了，啊！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来一出不行吗？你这也没有什么锣鼓场面，也没有帘儿，这怎么唱啊？您等我没明白，锣鼓场面我知道，您就是乐队哈。嗯。乐队没有，咱用嘴学就行，因为咱都清唱嘛。对啊。我上场您打家伙，您上场我打家伙。啊。您要帘儿干嘛？帘儿唱戏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帘儿一拉开，哎，就可以唱了。帘儿吗？帘儿拉开，干嘛非得要帘儿？没。哦，大幕。对，大幕。 有大幕吗？没有，不用大幕。相声舞台有什么大幕？我也没有这个戏服啊。哎呀，您就真啰嗦，你说这没有戏服就不穿就完了。不穿了太好了。对，打刚才我就觉得热。哎，没挑戏呢。哎，您这是什么职业特点？手真快啊，抓紧时间，等着。 加钱是不是？好嘞，哎呦，不是人家都加钱了。好，不到10秒钟俩扣都开了，你着急翻台是怎么着你？这还有翻弹？干嘛呢？这谁说不穿衣裳了？你说的不穿了？不穿这个行头戏衣，就穿大褂素身唱，行吗？啊、行。因为您是青衣，我是老生，咱还得挑出戏，嗯，得挑一个就是这个男女老生这个戏，行吗？因为我会的少，您是科班是不是？啊，我挑我会的来，行吗？你挑戏，我挑戏，因为我会的太多了。那是，我会1万多出了，对不对？1万多出，对呀。您都会什么？我听听。嘿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听过吗？传统戏，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，听过吗？您这俩是一出戏啊。梁山伯与伏地魔，哎呦呦，行了，还与时俱进了，你看看，还伏地魔了还。梁山伯与伏地魔，我来不了这个，我来不了。梁山伯骑了扫帚，哎，行了，这扫不行，我听着，行，这么着，我挑戏啊，我挑我会的来，行吧？你挑，咱们河北梆子戏，我想有什么？咱来一出《白蛇传》怎么样？《白蛇传》，嗯，真会挑戏，好吗？《白蛇传》好，谢谢。爱听这个，那咱区分一下。好，我是青衣，嗯，我来白蛇。好，你来转，我来，好不好？贪吃蛇，好不好？你等会儿没听说过，你来白蛇，我拿我当陀螺了是怎么的？我来转，那没有您来，我来白蛇白娘子。对，我来许仙啊。刚才你说了，嗯，胡生，对啊，老生，许仙没有胡子，许仙是小生。哦，对，忘了。来我来。法海，好，我来白娘子，你来法海，你追我好不好？我追你干嘛？我说你耍流氓，你这诬告。没有，我来不了。法海是属于花脸了，其实法海是。嗯。这么着吧，咱这出戏就 pass 了啊。嗯。咱们来一出这个《秦香莲》。这不会，你乐什么？你真行，就为了掩饰尴尬。这。得，这么着吧，哎，这位先生，我会的不多啊。再说一出会就唱，不会鞠躬下台。好，这个嗯，咱来一出《汾河湾》。什么戏？《汾河湾》。汾河湾。对，鞠躬下台。鞠躬，哎，您过，下台像话吗？《汾河湾》您不会啊？哦，您说的是《汾河湾》呐？啊，对呀，我听错了。您听成了？我听成《汾河湾》了。您听成《汾河湾》？其实您说的是《汾河湾》，我以为是《汾河湾》呢，原来是《汾河湾》。要不还老为着忙活得了，我再不是汾河湾是会不会唱就完了？可以会唱哈，汾河湾。完了，咱还得敲这个戏胡唱，嗯，就中间有这么一折叫闹窑。闹窑，对，就两个人物很简单。什么窑？一个破瓦寒窑啊，破瓦寒窑。嗯，行吧，行。完了就两个人物很简单，谁？一个薛仁贵，一个柳银环。我来谁？您来柳银环呀。你来谁？我来薛仁贵。咱们两个什么关系？夫妻两口子。夫妻两口子，哎，是我告诉你，姓孙的，怎么着？就台上这么一会儿，干嘛？演完了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你要上我屋敲门跟我过日子，我可不愿意。我上你屋敲门的目的就是活埋了你。干嘛憋着跟我过日子呢？是怎么？因为我生不了孩子。哎，行，你长得面相就不对，知道吗？啊，咱就戏台上这一会儿，行吗？好。完了，咱搬一下桌子，分出就表演区域来。分出表演区域，哎，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边为后台。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，可以行吧？来，完了那个就是您学为您像个女的怎么样？我这不像个女的吗？不太像，我捯饬一下。您捯饬。稍等一下，哎，您化个妆。我去拿一个道具。还有道具。你看，跟这个专业的演员没有搭帮唱过去。哇，这专业的演员可能都有自己带着什么戏衣都。好家伙，一出溜的，看。哦，您这是什么道具啊？这是？哦。好看啊，削了一半的土豆，这是啊。听不清。对，把耳朵露出来，对。哎呦呵，好，这个脸。正好啊！您这就代表是柳银环女的了。柳银环，好，咱搬一下桌子行吗？好，来，哎，就搁这儿行了啊！完了呢，我还得搬把椅子。谁去搬？我去搬吧，有场面小座。我去搬吧，老师。孙老师，我去搬椅子吧。孙老师，您这么大身子不合适。哎呀，跑得还挺快，还挺溜走。老师，我去搬吧，我去搬椅子，老师好不好？我去搬椅子好吗，老师？我搬呢，光动嘴了。别冲我吼！怎么了？我是你娘们儿。不提这个怎么都行啊！行了，咱归后台开始唱，这就开始唱了。您想唱我打架，我唱唱您打架好啊！咱开始。 您叫啊！我说得有帘儿吧？我让你叫什么呢？我让你，你让我叫啊！我没有帘儿，我叫不出来啊！你要叫我就出去了，知道吗？你让我叫什么呀？叫板！哦，这就开始唱了，唱了，明白了，叫板。 板就是板啊！你让我叫板的呀？叫板起唱，板起唱。对，板起唱像话吗？板起唱，怎么没有？就这么一句词儿啊，这有一句，还有词儿呢。丁善儿该来了，老词儿啊，老词儿啊。哦，从这儿开始唱，从这儿唱啊。明白了，您叫板啊。嗯。你是不是死的冤啊？你死的冤，干嘛呢？干喊呢？那怎么着呢？您得有韵呢。有什么？有韵。我有不了韵。你有不了，你有不了，你有不了。今天没我的指标。行了，你也没那设备，知道吗？戏韵。 这句得唱出来。戏韵什么韵？丁善儿哦，该来了哦，你得唱出来呀、啊！就这么简单一句啊，就这也叫好？您来。见过直肋黄瓜吗你？对，这是我粉。丁善儿哦，该丁善。 干什么？过来！怎么了你？你疯了！我怎么什么疯了？我长这么好看，这么直密，你拿这个东西挡着我干什么？不是您明不明白呀、啊？这一句是闷帘倒板。什么叫闷帘倒板？您在台帘后边唱的，还没出来呢。我说有帘吧？这不是，这好比是台帘挡着点啊，这就是门帘子。这叫门帘子。你说清楚了啊！对，门帘子。我以为你要挡着我。 旷世美颜呢？我以为，我想吐有点儿。丁善儿哦，该来。丁善儿哦，丁善儿。那你干嘛呀你？ 你干嘛？你咋扒着我脑袋干嘛？本身我就是谢顶，你玩命扒着我脑袋还？你讲理不讲理？谁不讲理啊？我问你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门帘啊！我扶点门框。我。丁善。对，没有扶门框，唱你的就完了。不让扶门框。不让扶，这那么多事儿。你小。丁善儿哦，该来了。 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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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咚隆咚里个隆，咚隆咚里个隆的咚。丁善儿哦，该来了。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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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金蝉儿啊，该来了。抬的领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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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你跑什么跑？前面有逗狗的呀！啊？为什么歇我？你干嘛？这跑什么跑啊？你到这儿有四句唱，你唱啊！我该我唱了。废话，有四句唱呢，我还有四句词呢，不出来就完了是怎么着啊？什么词儿？不是您会不会啊？我忘却了。你这能忘啊？你没专业。时间太长。我提醒啊！啊！头一句，我爹儿风河湾前去打雁，现背呀。这是第一句啊，对，据我所知啊，还有第二句。废话，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不见回还。第三句，响声来至在窑门以外。第四句，等我的儿回来，好把饭餐。餐是就是吃，吃餐一样。好，真行，费了劲了。金蝉儿该来了，抬，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。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我的儿风河湾，声太老了。前去打雁，天到了这半时，不见回还。将身儿我坐之在。咬了门那一里外，外边冷，冷也走外边。依你咬了门那一外，立根冷。等我的儿他回来，好把饭吃。餐，你说吃餐一样的，那也得餐。依你餐吃西餐，还吃西餐呢还。打家伙，妈啦！当里个郎，学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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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不断的歇我？废话，我歇死你就完了。让不让人跨？您这弦儿没完没了是怎么着啊？啊，这弦儿怎么了？您怎么不明白呢？我这一张嘴，您就别拉了。不，那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。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呀。不是，我正拉着呢，你行了，你张什么嘴呀？不是，我这一张嘴唱，您就别拉弦儿了。再说我这打手势了，什么手势？我让您打住，这是打住啊！打住！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。哎对，你好不了了你。妈了，当里个啦！学人会做事，太短了剑，标令箭射顽童，是命然黄了拳。哎呀，他的父相儿难得要见。他的母象儿是泪涟涟，正催马来用目挖看。见一大嫂左腰我前，摔等立鞍下了马，见了大嫂立腰当啊歇。哎呦我这死在弦儿上我这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呀！讨厌！我怎么了？我就讨厌！啊，大嫂，请来见哪里？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啊，大嫂，请来见呐！你当什么当？好做派啊！还当那个人怎么了你？啊，你要干嘛你？你歇我3次了，我本来头发就少，我头发多呀，真是的。 没了，干嘛呢？讨厌他，我怎么那么讨厌我？那怎么着呢？啊、我这给您见礼呢，您得说词儿啊。我什么词儿？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者为何？还是老词儿？告诉你老词儿了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啊！啊，换驴了，换驴了！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为何你？我迷路了吧我？啊，大嫂，敢问此地什么所在？ 重庆啊！重庆戏词儿，你问是不是重庆？不是戏词儿，我这词儿不粗啊，粗戏呀啊！戏里边这词儿是龙门郡，龙门郡啊，瓷庄呢？大礼堂，大礼。这老艺术家。 大王庄，大王庄啊！大王庄，打听一人不知大嫂可曾知晓啊？啊，有名的不知，无名的不晓啊！提起此人，大大的有名。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？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银那花。哦，你问那刘氏银花么？真是，来了老弟，就去你的吧！ 谢谢。刚才这段相声叫做《汾河湾》，这是一段传统的相声，我们行话管它叫腿子活。对，就是关于唱戏的，把桌子往后搭一搭。台上遛腿吗？台上走来走去。嗯，我相信这个节目应该在重庆还是没有出现过。我们为什么拿这个节目带到舞台上呢？首先，我们觉得还挺新颖，虽然它是一个传统相声，对，但是我们融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。 带到舞台上逗大家开心一笑，我们没有太多的别的能耐，我们只是会一点点的相声，带到舞台上逗大家开心。接下来的时间这叫翻场，翻场的时候，刚才我们往台下走，主持人上来悄悄跟我说一句话。啊，说什么呀？他说他等我。这。说实话，他在告诉我们演出时间。嗯。 啊，谢谢，有明白人啊！已经是11点多了，对了，啊、马上就、是不是就过年了哈？我刚才看到已经有的观众陆陆续续往外走，很正常。对，往常我们演出的时候是火燎，你尿去呀你！老告诉我干嘛？往常演出7点半开始，演到10点多。对，一般是10点半。对，今天呢？ 就是开场开的晚了一些，8点钟开始，是，我们争取呢演到12点，因为跨年嘛，跨年对跨年，我们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。对，毕竟我听说在那个解放碑有10万人在那儿等着倒计时，每年就倒计时哈，每年倒计时，嗯，最少有10万人，是不是？今天有好几千观众没有去那儿。 那个等着倒计时来这儿听我的相声，对，诚惶诚恐，何德何能能够让大家来这儿听相声？是，因为那10万人没买着票啊。可以这么想啊，他倒是高兴了。啊、谢谢。哎呦，那穿白衣服那大哥要走是吧？干嘛去？ 不了啊！这地方真利尿啊！谢谢。朋友们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咱们可以聊会儿天儿，共同探讨。明年还来不来？明年。我们再好。可以，送情郎可以唱。你放心，都得唱啊，因为得占时间。明天，明年我在哪儿啊？啊，明年跨年我不知道，一切都是公司安排的。对，明年具体的行程我们也不知道哪儿跨啊。 师徒父子，师徒父子现在定没定我都不知道。嗯，因为这些不归我们管。我们每年啊年底的时候或者年初的时候会开一次会。嗯，有演出部规定。演出部规定，今年谁到哪儿，对，就提前会安排好。沟通安排。我们会提前公布的啊。嗯。明年要来，我特别喜欢重庆这个地方啊。对。谢谢，我对重庆还是有感情的。是。因为我在这儿。 我拍过一个电影叫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哎，对，在这儿哈。那个导演叫张一白，就是重庆人，对吧？我在里面演的一个角色叫猪头追燕子，追车那段戏大家都看过哈。明年会上映一个电影叫《鼠胆英雄》，《鼠胆英雄》的导演叫树焕，也是重庆人，所以说我对重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你是卖给重庆人了啊！啊我对重庆感觉特别的好。是，找个重庆媳妇儿哈，我媳妇儿不愿意，估计。对，没事。啊，你们愿意？不行啊，那个，大哥，你的票是那儿吗？你的票是哪里？对，先坐回去啊，别着急，还早着。没有票。 你一直坐在那儿，一直蹲在那儿啊！你的票估计是在后面，臭不要脸。有可能楼上掉下来的啊！没有自己的票，坐在那儿第一排的位置啊！我今晚住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个大老爷们儿问俩大老爷们儿今晚住哪儿？这憋着当上门女婿呢，嗯。 我们住哪儿啊？其实这些信息呢，说实话，这是个人的隐私。有一次我们在外地演出，特别逗。我喜欢啊，演完出之后回去泡一个澡，放松嘛。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，我们两个人在台上一站就是2、3个小时。虽然会下去休息一会儿，但是在台上站的时间比较长。我还好一些，孙老师，你看他幸亏有个桌子啊，那个我拿着当轮椅了。对。 而我们站时间长了，这个腿会不舒服，尤其是脚后跟会很疼，容易静脉曲张。我就会泡个澡。那天我正泡着呢，差不多凌晨1点钟的时候，正泡着呢，梆梆梆有人敲门。我心想，服务员这么早就打扫卫生吗？太早了！我就披个浴巾我就出去了。一开门有夫妻2个人，哎呀，小月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住在这里。我们提前那个购买了你的信息，他说的是购买你的信息，知道你住在这个房间，我们特意住在你的对面啊。 现在是凌晨1点，咱们可以一起嗨一嗨吗？当时特别尴尬，我正披着浴衣呢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说大哥别这样啊！你们2个人2口子赶紧回去嗨啊！我自己回去好好泡个澡休息一下就好了啊！都是好心，都是对他们估计他们也没有坏心，就是想跟你认识一下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类似这样的事情。 还有很多，反正就不能再多说。净披着浴袍开门。那又走一个，慢点啊，大姐啊！慢走。他是拿着包走的。废话，人走着包搁这丢了怎么办？说点别的问题吧。嗯。说。上不上春晚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真不会聊天，我告诉你。 现在呀，这每年之前上过2次春晚，我们都会有一个协议啊，就是不对外暴露、保密，请大家理解。啊，今天也签了，哎呀，套路好深啊！啊，就你这嘴跟漏勺似的。哎呀，重庆人那么有套路啊！等一下，我这裤子有点掉。开心的裤子都松了。你看，有的朋友说不能再瘦了，是真的啊。因为我为什么瘦呢？是因为孙老师最近瘦了。大家可以看2年前的视频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胖，但是他已经瘦了差不多20来斤了。200多斤，现在瘦下来剩了200多斤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原来基数太大了。我呢是瘦了将近20斤，我是觉得孙老师瘦了，我必须瘦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必须有这个反差。如果说我们两个人这个体型一样，我不如去死，你知道吧？那我还挺顽强。刚才我听到朋友有说德云一哥的事儿，这是一个常年的话题。对啊，每次演出几乎都会有人问谁是德云一哥。我再说一遍，当然是郭麒麟。对、啊，因为他姓郭，他姓郭，子承父业嘛。对，张云雷，张云雷姓张啊。对。张云雷今天在青岛，在青岛呢。我们今年跨年演出，德云社就派出了5场。对，我师傅在北京，张云雷在青岛，我在重庆。对。孟鹤堂在天津，孟鹤堂在天津，张鹤伦在厦门。对。烧饼呢？烧饼已经在家，已经落魄了。不是那个。烧饼在家带娃。烧饼可能跟我师傅在一起演出，有可能在北展呢。对。谢谢。干嘛去俩人？2位走了哈，这么早？好，慢一点啊。来吧，坐这儿来吧，有地儿了。你一直在那儿蹲着，坐这儿来。坐吧，坐吧。要不空着俩座，我们看着也别扭啊。刚才有一个人问这个大褂为什么是前开气儿哈？创新啊，这不算创新，其实。说实话，我们俩这个大褂还真的千奇百怪。前开气儿是4开气儿。以前的大褂呢都是2边开气儿，对，我们这次呢是4开气儿。大家记得过去那种衙门那个衙役，过去清朝的官服都是4开气儿啊，4开气儿。就我们一点点创新，一点点创新，我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，就，哎，谢谢，立马的补上一个这，方便火燎是不是？没有。好了，咱们聊点别的，说点不能说的。哎，这个大哥真的好骚。那个，你闻见了是怎么？不行啊，不能说。我们也不会，我们是有职业操守的。我们也没有学那些个不能播的。对。嗯？我是哪个大学毕业？我是北大。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。好。等半天了啊！我在舞台上经常唱这首歌，希望大家将来的某一天想起这一天，像往事一样去回味。哎呦呵，好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唱给大家好吗？来，音乐。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，嗨起来！多扎心。 我当然会来，当然会。漂洋过海来看你，哦，这是一个点歌的时候啊。点歌来了该，嗯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1/100000之一，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我就猜你们就不会了，嗯。 就起哄，嗯，送情郎可以唱，送情郎一唱彻底结束啊，全场下班啊。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，探清水河，这是我们小辫儿的这个专利。张云雷对。 最近在网上很多这个唐嫣的现场，他也得啊。 得，经常有那个得，还有那个嘿，大家就听的比较多了，因为那个东西我真的唱的没有人家张云雷好听，咱有什么说什么，唱不过人家啊。孙老师给我们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我来吧。我是真不爱唱，我这嗓子，您来吧，哎，岳老师，我真唱不了。 我这嗓子不爱唱歌。孙老师经常在家唱，真的，而且自己唱自己回答那种。自己回答。我给你学一下啊，孙老师在讲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就不告诉你，哎，就不告诉你，多讨厌啊！就不告诉。哇，你们什么都会唱啊？对，都是邻居啊。他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嘴多硬，经常是这样在家唱。其实孙老师会唱，他只是不爱唱。我真不爱唱。他那个嗓子呀，就跟棉裤腰似的，他也唱不好。什么您呢？什么？跟棉裤腰似的，真难理解。跟我们今天跨年了，我是真不爱唱，说啥你来，留下两嗓子好吗？我真来不了。我能唱，我真的早就唱了，嗯。我什么学尿尿，啊，活了。来，您来。我唱吧。对，您这嗓子好。还有什么？拆西厢。盈盈门坐，手儿托腮。哎，我叫个快板好不好？来个板子。后台的吧。后台准备个快板。哎，对我每次他们打的都比较慢，因为这个主板书啊很难唱，每两句一个高腔。 每次都是你呢，怎么？就我一个会打的。来，马褂脱了顺眼。给大家唱几句啊，因为这个太长了，而且不好唱。快点！盈盈门坐，手儿托腮，叫声红娘，你快过来。 你姑娘又见这个不明的事，从头你要讲个明白。你姑娘我是这个闺阁的女，擦胭脂抹粉我是总嫌不白。张君瑞本是一位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。 唐宋相隔有这200载，何人编出这部西厢来？红娘闻听，抿着嘴儿的笑。姑娘明白这个，我明白。老爷在朝，他是把官做，官居品是位列三台。 宋王爷开了，那就问考场，天下举子们进了京来。好了，谢谢。主板书其实很难唱，大家能听得出来，嗓子比较疲惫了，有高腔。高音儿的。嗯，喝点水不？没有。还有什么想听的吗？ 照花台，咿呀嘛更儿里。瞧你们都会干嘛？你们要我干什么？没事，还不至于。啊。哎，新的哈。 这水太甜了，我那也甜，嗯，对，姑娘，请你拿走广告，请你拿走，谢谢。太甜了，掉头发了。还有什么？女儿情，嗯。去年我参加了个节目叫《歌手》，我跟李健啊一起，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就牵手没有成功啊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？ 怕什么戒律清规？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。爱涟漪，爱涟漪，愿今生长。 相随。我这个人呐，特别的不吝啬，我会什么就唱什么。我为什么在台上走来走去呢？因为这样比较不累啊。活活血。还有什么？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大家这么喜欢这个歌呢？超级喜欢哈！这也是我最早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是国外的一个醉乡民谣，特别的好听。我喜欢这个旋律，这个原唱叫离家500里，就是特别伤感的一种感觉啊！我给改了一个词儿叫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唱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呢，每次唱可能拍子都会错。这倒是啊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一定会给大家唱准，唱对。哪怕这一遍没有对，我再唱一遍，一直给大家唱对了为止，好不好？一回生，二回熟。我会提醒你的啊。不用的，省得过年了，要是。来吧，放音乐。再上一层楼，再回首。这是我最动情的一次。第一次全对啊。真的，唱歌薛之谦跟我说过，说，在录音棚唱歌什么都可以修。只有一个东西不能修，那就是感情。在台上唱歌的时候，你要走心，要投入你的感情，你就会感动自己。我不知道能不能感动大家。其中有句歌词叫“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明天再上一层楼，再回首”。我觉得跟今天特别的贴切。明天就是2019年，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。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。网站前的朋友们，多官方！明天再上一层楼。对。好感人，好感人。不是自己给自己感动到啊！多会煽情啊！还有什么？大家听不到《五环之歌》就这么遗憾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满足啊！既然这样，咱就热闹。不，咱就可以，我先唱一遍，然后一会儿呢，大家录完我唱完之后，再把闪光灯打开，因为闪光灯呢，它是反面，是吧？对。咱来个夜空的感觉。咱可以先不用闪光灯，先录一遍，等你觉得录够了，咱再用闪光灯，好吗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掌控全场。 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。 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一起唱好吗？哎，闪光灯。今天很多电视台都是跨年演唱会，对，咱们也跨一回年，咱们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。来，有灯的都打开，把场灯调暗一点啊，好看，嗯。 哎呦！场灯灭了吧？灭了吧，把灯哎。啊！稍等一下啊！我发现一个情况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啊。要脸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把这个场灯再关了啊！关了，把灯关了。来，今天不是一个要脸的时候，把不要脸留在2018。对，好吧。丢人多了，今年。啊 一起不要脸的感觉多好！啊，五环，终于，你会这样。 我出个主意啊，咱们把机会给楼上的朋友啊，最楼上这是1、2、3、4层的朋友，4楼的朋友啊，1、2、3楼的朋友咱们都不唱了，给4楼的朋友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1、2。哇，没有钱还挺有劲儿。五环。 没有钱还不要脸，哼！一天你会谢谢，真的感动到我了啊！嗯，谢谢。 哎呀，这帮不要脸的欢聚一堂！对，要尿啊！不了。哎，要了啊！哎，我真的想去尿个尿哎。憋着。赵花台我真的不会唱。赵花台就是会几句，他不会全。那咱就一起唱吧，赵花台，好吧？ 咿呀嘛更儿里，月影儿照，秋香街定下了计，他说晚不上儿来呀，内庭前多恩爱耶，愿得鸾凤。 早早配火下，真会。二呀嘛更儿里，啊，还是照花台。行了，看来大家就会一段啊。哎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还有什么？孙悦，看来你今天来不了，我不来真的过不去。我是唱不了这个。咱俩一起学猫叫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。后边什么来着？我后边不会了，你就会这两句我们于老师唱的特别好，于老师好家伙，老骚猫，对，贺浩，贺浩，老骚猫，哎呀，最浪漫的事。最浪漫的事，唱给大家啊！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，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。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。她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，我为她保留着那一份天真。她说最爱我的唇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。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，是我鼻子犯的罪，不该嗅到她的美，脱掉一切陪你们睡。